万众一心战疫情，斩断病毒传播链，居家是最好的防护。请大家遵守规定，无必要不出门。根据四月四号核酸筛查情况，经专家综合研判，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四月六号起，在全市范围内再开展一次核酸或抗原检测，也就是把前一次筛查发现的阳性感染者转阴收治起来，然后再做一次筛查。先锋队走了，你们就跟着走。啊，对，先锋队等会回来领人。十二站到这里，十一站到这里，十、九、八。确认到十号到十八号。十八号。啊 ，OK。我十九号到三十一号。啊。新一轮的核酸检测，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要求非常之高，它是要有两米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距离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很多的居民也是在担心，核酸检测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距离近啊，产生一些这个比如说近距离接触的这样的一些风险。所以我们考虑来考虑去呢，最终还是想用这种移动式的，就是医生移动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核酸检测的采样，基本上就是到自己的楼栋下面，所以他们走路基本上走的就相对比较少了。有点恶心的感觉啊。好，口罩戴好，下一位测嘴巴啊，小朋友来，口罩拿掉啊，手当心，手要过去点，我会碰到你。我觉得这样特别好，然后效率会高很多，而且对减少了一些那个感染的几率，我觉得。非常放心。对，非常放心。啊，采取大白动物猛补动的形式，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安全感。这样就不会交叉感染吧？一个楼栋的，就大家都是在一起做。对，大白就很辛苦，是的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为了大家的安全吧。我们这个效率比前面三轮都要高。那我们这个就是打散了嘛，然后分区了嘛，相当于就是发挥这个小队的作用，对我们的工作量会大很多，所以我们的不停的解封，不停的然后就是说在这两个小时之内，我们人员是相当严重的，但是我们希望这样。居民的配合度还是蛮高的，居委也比较配合的，志愿者们比较热心啊，还是还可以吧，我们就习惯了这种节奏，从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，对，就希望疫情能够早日结束吧。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，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，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，小朋友 baby 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，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